喂，我是吴继兴啊，现在是早上啊，11:10哈、啊，今天是10月3号，2010年哈、啊。如果记得的话，请问吴继兴，嗨，你好，嗨，你好，是继兴啊，现在背着包包哈、啊，背着小包包，还拿着这个覆盖啊，棉被哈、啊，这是棉被啊，啊。从新店要回到北投去了哈，我们这是新北市，刚刚早上先去我爸爸那边哈，就是人家美国人是讲 nursing home， 我们台湾是讲说，养老院了、啊、哈，或者是老人养护中心了、啊、哈，日翔就在台湾哦，新北市哦，新店就白等街这边哈，就在更新医院旁边，早上一大早就推我爸爸去。晒太阳哈，晒太阳，因为听说气候变了，一个礼拜气候都变了哈，然后人家晒太阳哈，皮肤都晒得烫的哈，大概晒个20分钟啊就很好了哈，然后一方面在新店高中呼吸新鲜空气啊，然后就去更新医院看一看哈，看看他们门诊时间表哈，忙一忙就给爸爸吃东西啊，买果汁给他吃啊哈，因为老年人哈那个学。吃东西咬东西啊，太硬东西啊，太费力啊，对脑部都不太好哈。你给他吃果汁好啊，然后早上也给他吃牛奶嘛哈，帮助他骨骼发育啊。就是说开完刀啊，脑部开完刀一个多月了哈，就吃那个很贵的那个雅培牛奶嘛哈，一天要吃2瓶，让他身体现在精神都变好很多嘛哈。10点钟啊，他就睡觉了哈，吃了半碗稀饭啊，院长他们吃了半碗稀饭，今天还是一样嘛哈，越南的看护哈，还有那个有一个人从广西哈，他说他是住桂林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，因为桂林房子没有很贵，不需要100万人民币了哈，他新来第三天嘛哈，他广西桂林来的，还有一个是菲律宾的护士嘛哈。还有一个越南护士，虽然白天有4个护士哈，现在是坐在这个捷运车子上面哈，从这个新店要往那个基里岸站哈，就是台北市靠近那个北投区的基里岸站移动哈，都10点钟啊，走路走一走，你看我从那个白点街就走到那个中心路哈，就是新店街中心路哈。回我妈妈家就走了快50分钟啊，可能是，可能没有50分钟吧，30分钟大概要啊，还早上还大热天啊，怕等下变天了怎么办呢、啊、哈？说妈妈叫我吃饭，我都没吃，我就早点回去啊，怕下午变天，一变天哈、啊、就变冷哈、啊，下雨，然后这个我是新进的这个警卫工哈、啊，就保全工哈、啊，他这个。公司啊，冬衣还没有发下来，所以我要是有点麻烦哈、啊。下个礼拜10号看看有没有办法跟他拿冬衣啊哈、啊，冬天的衣服很重要哈。但现在只有自己穿自己带的一件外套穿嘛哈、啊，就赶啊赶来赶去的，然后现在要坐捷运车上哈、啊。早上5点钟就起来煮饭了啊，早上起来煮饭啊，早上吃早饭了、啊。他希望看不要带便当了，因为下午说变天了，下午就没有在养老院待了哈，然后带个铺盖就回，要回到那边去嘛哈。现在早上看新闻是没有什么新闻啊，现在台北就是这个样子嘛，像台北早上是这个样子啊。我是吴继兴，你好，从这个台湾哈，台北捷运。系统我发出报的，现在我们已经到台北市景美了，已经到景美了，OK。